请问师傅，如果一直偏头痛的话，有什么预示吗？一直偏头痛有两种，一种嘛就是灵性在，家里有亲人亡人来看了。如果不是剧烈的头痛，那么你的脑神经晚上睡眠不好啦，或者你的脑神经受到局部的刺激啦，神经末梢麻痹啦，都会产生这种偏头痛的感觉的。那这个的话，他是否可能会预示他会一直倒霉呢？这个情况，头痛的人经常会倒霉的。好的。好，感恩师父。